大家好，我是张璇。然后首先要恭喜德沃在高雄博尔特区终于可以开幕，然后进行以后长期的表演的规划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前几年朋友们都在聊的事情，我们一直觉得高雄风光明媚，我们每次去的时候都开心。那不晓得那边会不会有一个常态性的表演场地可以提供更好，甚或是更多国外乐团来高雄表演的机会。那很高兴高雄的艺文文化活动开始又有很蓬勃的现象，那希望就是不管政府啊还是民众啊都能够关心这样子的活动，然后也实际的去参与。然后所以我要祝福德沃，就是辛苦这么多年，很高兴看到你们回到高雄，然后去完成了一个阶段性的梦想，然后也希望这个梦想可以带给更多人在听音乐上面的福气。然后我们等着高雄博尔特去见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去表演，好，加油。